这是一场怎样的比赛？水平这么高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我们今天来看一场朱毅和魏世浩的对决。视频中黄色衣服的选手是魏世浩，曾拿过全国青少年赛的亚军。朱毅以11-8先拿下了首局。朱毅这球是一个正手的撇拉，整个球都是往外走的。注意这个球还是抵过了旋转，拉飞了。他们两个人的开球网积分都是在2700以上，达到了国脚二队的一个水平。哇！魏世浩以11-6扳回了一局，现在是1-1平。他们两个人的实力也是非常的接近，谁能拿下比赛，还是要看临场的一个发挥。朱毅一个连续的防守快吃，通过速度去压制对手。第三局的朱毅又重新调整了过来，以11-6在下一局现在是2-1领先。魏世浩一个中台的防拉质量很高，防守是他的一个强势技术。随着朱毅的回球失误，魏世浩以11-7把比赛拖进了决胜局。开局不利的朱毅现在是把比分追了上来，决胜局的经验还是要更加丰富一些。朱毅这球是拧了一个外伤角，角度很刁钻。最后是朱毅3-2赢下了比赛。